大家好，我是貔貅专卖店的义军老师。我们的貔貅卖场中文网址精美艺品店点 T， 大家不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卖场了。那这个镜头上呢是钛金貔貅编号26的。好，那如果你喜欢这一款貔貅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卖场，中文网址精美艺品店点 T， 大家不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卖场下标了。好，那也非常欢迎大家预约我们来现场选购。如果你不知道到我们如何去下标，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络老师的网站，中文网址貔貅开光点 tw， 好，就有这个联络电话 line， 还有店面的住址。好，如果没有那个拍卖的这个账号呢，想要超商取货付款啊这些等等，如果在购买上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联络。好，老师的网址，中文网址貔貅开光点 tw。就有联络的一个方式了。那我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说，好，一方面欣赏这个编号26，好，一方面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呢，就是听说貔貅太多只会打架。好，这是钛金貔貅手链，除了貔貅是钛金之外，那我们圆珠也是都是钛金的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款手链的话呢，就是可以请你提供的手围，好，我们卖场都可以下标，可以这个刷卡。好，都可以刷卡，也欢迎大家我们到卖场去刷卡付款这些等等都可以。好，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听说貔貅太多只会打架。好，那我来针对这个问题呢来做一个解释说明跟回复。我们都知道貔貅呢是护主，貔貅是认主人的。那貔貅为什么要认主人？当然就是貔貅就是要护主人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嘛。那所以貔貅是护主了，是认主人的。好，不可能就是说会有太多只会有打架的问题。好，这是针对老师开光的一个方式。那别人开光，也许别的老师他开光会有打架这些问题等等。好，要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个疑虑？好，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出来？就是代表说有些老师的开光，可能他的貔貅开光之后，他太多只他会打架。好，那不管。好，那是他个人的这个别人老师开光的一个方式。那不管，那他家的事。好，那老师义军老师开光的貔貅。好，绝对不会有打架的问题，因为我们貔貅都是护主的，都是认主人的，好，不会有太多只打架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当然也许这是传言啦，香港首富有李嘉诚有888只的貔貅。好，那也不只是李嘉诚啦，我相信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家这些等等，有时候我们在帮人家做刊语的时候，很多的大企业家等等，他们都不止一只貔貅，不止一对貔貅，非常非常多的貔貅。那如果会打架的话，那请问你，第一个李嘉诚是不是应该不可能成为香港的首富啊？再过来，台湾很多企业家，好，也都是不止貔貅很多，那他们应该很倒霉才对啊，因为他有这么多只貔貅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看任何这个网络传言，好，都一定要有智慧，不要人云亦云，好，害的都是自己的，好，害的都是自己。那呢？非常欢迎呢，大家预约来现场选购，选购之后我们就现场看老师开光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询问老师。那我们像我们手链呢，我们就提供永久免费换线、免费加持的服务，不是线断的自己想办法，一个基本的店家，连线断的都叫你自己想办法，那这种店家你就自己去考量了，所以我们提供永久免费换线、永久免费加持，随时随地只要跟老师预约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加持，免费加持。当然用寄的，当然就是要付运费嘛。好，运费就是公定价。好，邮局现在30，好，现在都涨价了，没关系，老师就是30，多的不够的，老师自己来负担。如果你要超商取货的话，就是运费就是60。好，来现场加持，就是不用钱了嘛。好，所以呢，好，就是我就是够专业，我才敢说话大声。好，欢迎现场选购，现场开光，提供永久免费换线、免费加持的一个服务。那我们的卖场中文网址精美艺品店点 T W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卖场了。如果不知道在购买上有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直接跟老师的网站，就是貔貅中文网址貔貅开光点 T W 就有老师的联络的一个方式了。好，今天简单。这个讲这个主题，好，谢谢大家。